同样有在运动锻炼身形的则是天后蔡依林了。蔡依林呢，昨天晚上在高雄巨蛋举办演唱会，而这也是她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场。除了一连串的热歌劲舞之外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她有没有再次挑战这90秒的钢管秀呢？高雄开唱劲歌热舞，嗨翻全场。一连五首歌曲，九令连换五套服装，展现快速的换装功力。巡回演唱会最终场，九令实现承诺，再度表演钢管秀，短短90秒完美呈现力与美。首度在高雄巨蛋开唱，为了贴近南台湾的歌迷，九令更献唱三首台语歌，让粉丝听得好过瘾。中天新闻陈世荣、岳芳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